卖出去的人已经死了，是安坦，他迟早会发现我的身份。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讲过当年发生了什么，这封信我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袁伯奇失踪，我追拿真凶。放他走了。趴下。什么人啊？我只是先把他们控制起来，那帮小鬼非常麻木，我必须要解决掉才行。亚洲精选《大宋少年志》，每逢星期日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